各位同学好，今天这个单元是服务学习。那各位现在呢正在参加感恩的聚会，但是我们的进度不变，我们还是按照进度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服务学习。这个单元是属于第九个编目。在我们读的古书里面呢，中华文化悠久的早期文明里头，有儒家的孔子主张的中庸。中庸里面讲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然后呢，诚是四位的本真，诚是一种天道，是上天的原则。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水，那么在旁边看不行，跳到里面不行，是假如自己是鱼想象自己是鱼，那也不知道水是怎么回事。如果要想象自己是水把自己想象成一滴水，那才能够知道水是怎么一回事。一样的，那天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它是上天的原则。那如果我们是自己是上天原则的一部分，那我们想象自己是上天的原则，才会知道上天的原则。那什么样是可以慢慢的把自己想象是天道的一部分，或是根本就是天道呢？就是要知道天命天命叫做性，然后跟着性跑呢就叫做道，那么修道呢就是叫做教。绕了一圈呢，那我们就知道非常高超各式的圣人呢学者都对这些有一个很精彩的描述。那我们今天换个角度，用一个图案来跟各位分享如果我们要是水，自己就要想象是水，那么才知道水究竟是什么回事。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天道是什么回事，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想象自己就是天道的一部分。那这样子就可以来了解这个天道。如果我们自己是天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天道。这是一张上次我们分享过的图，这里面有十二件事情，一到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么这几个呢，一到十二都分别具有它的意义跟特质。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想象可以了解这十二是怎么回事，而且呢想象自己就是这个十二的一部分，我们的构造就是那个十二，那么于是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天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符号呢代表的底下这十二件事，那么这个符号就产生呢是由于它上面有一种叫做超然的存在，超然的存在叫做天道。好，继续往下。那么庄子呢也很有名的道家，那他呢他也齐物论呐，那么秋水都还有很多作品都是很有意思的。那庄子说什么呢？庄子说万物在成长，就像快马在奔跑一样，奔驰一样，一举一动都在变化，时时刻刻都在变迁。道的内涵是在于变化，而得道的人就懂得如何顺应这样的变化。好啦，很玄的那根本就文字嘛文字在诉说一种道理这个道是一直在变化的东西。那么
天地万物是一整体，生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呢，遵循同一个道，天道无为，是这片是这里的核心思想。好，那么于是很崇高的思想，很深奥的理论。那我们再用到这张图来，那么天道无为，天道一直在改变，这十一在变，第九在变，第九是形容它在转，第十一形容在里面有十一个单元在转来转去，第十二呢是十二个绕的圆心上下绕圈转动，那么这每一个都在动，那么随时都在动，那么作为一个君子呢就知道这个动的道理，随时可以知道这个的动，然后就顺应天道。那么天道无为，能够知道这样呢，天道没有生呢，所以没有死，那么因此呢这个用生生不息啊，生生不息就像这个样子。那么如人人知道这个道理呢，那么也一样是随时顺应着它在转变，这是符合一个天道的道理啊。就是庄子一样，我们用这个图呢来说它。庄子有人把庄子同时有具有相同知名度的这个叫做列子。列子呢列子主张说这个人从生到去世啊就分成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呢这个婴孩少壮老年到去世。好，那么庄子呢就是说从来没有消失过了。好啦，那么这四个阶段我们又用图来说婴孩少壮老年逝去这个也是用这个图来了解这个我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很快的直接的从这个图上面来了解庄子列子所说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列子呢再回到老子，老子刚刚说过嘛老子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又说我们要专气，要至柔，那就可以回到婴儿的状态那这个呢我们要借重图来说，老子说这个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怎么回事呢？有物混成，先天而生而为什么之母那么它一个特色是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也摸不着，这个文言文是叫做疑兮为疑，看不见太古老了，兮呢太稀薄了，太稀奇了，听不到，太细微了，摸不着。那好了，这说着说着呢他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好，我们也不道他，我们也名他不名他，我们来看图。好，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都是形象化人居中，人法地，地法天，形象不是有点样像什么？那么人呢是随着他跟着土地上面的万物一直在变化的法地。那么地呢是怎么回事？地呢其实是跟着天道在天在变化，那么天法怎么样变一样的这个道，那随着道在变，那么人呢，人根本上面说的就是道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道，那么
道呢，这个中央这个道呢，法什么？法自然啊、哦，这好可以放大的啊、哦，好，这放大啊，可以这样就 OK 啊、哦，好，道法自然，那么是老子那么玄的理论，那么玄的理论，他说啊，叫做看也看不到，我们今天就看到，那么听也听不到。今天我就在说给各位听，那么抓呢抓不到，你用手去摸摸，它就在你的前面。好，这种深奥的道理经过一种叫做图像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好，那么这我们古时候的圣人人们呢啊，率性什么之为道啊，率性之为性啊，什么什么啊，那么修道之为教，在这个地方哦，啊，刚刚有修道之为教，率性之为道啊，天命之为性啊，好，天命之为性，天命之为性啊，率性之谓率，天命之谓信，率信之谓道啊，修道之谓教。那我们今天呢，服务学习的我们这学校的本质呢啊，就是在修道，修道离我们不远，我们在受教。那好啦，那我们呢啊都在追求学问，那我们追求学问啊，目的在什么？我们啊人的需求在什么？那西方的马斯洛学者啊啊，在1943年提出来一个需求层次的理论，这个很夯啊，到处都在用。主要这个是采用金字塔的形状啊，由下一直到上。这是人的需求呢，第一个是吃喝啊、睡觉啊，这个叫做生理的需求。第二个呢是安全的需求，要有保护，要有秩序，要稳定啊、哦、秩序。那么再上来呢是社会的需求，是爱情、友谊、亲归属感。再上面呢是尊重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受到尊重与肯定。那么最上一个层次叫做自我的实践，发挥潜能啊，实现理想。好，这个很有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会提到，都会使用。那好啊，事实上呢啊，学问是无止境的、啊、那么道可道非常道啊，只是如果我们去说它，事实上啊都说不完全。那么人也一样啊，这样的一个马斯洛啊，他所说的东西完全的没有呢，没有了。那么从这个，哎，从这个来跟他比啊、哦，他所说的这几个呢，就是我们那张图，这张图的下面的那一部分，下面的部分就是生理的需求，食衣住在这里，食衣住。行也在你的面呢、啊、啊、哦，那么再过来安全的需求，那这个人身需要保护啊，人身的安全要保护。再过来是社交的啊，人身要保安全的需求是能够啊跟人家交流了啊啊顺畅。那么生理的需求呢是要填满，那么啊社交的需求呢？是归属、艺术、友谊、爱情，这是一个种连结了、啊，跟他人连结在一起。再来过一种叫做尊重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意识在运转啊，别人不要干扰。那么再来自我的实践，自我的实践是一种装饰，把自己呀 啊做到最好。自己是什么样子就完成什么样子。刚刚我们的那个古圣先贤呢告诉我们啊，要知道水是什么回事，把自己形容是一种水，
要知道天道呢，自己就是天道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要完成自我的实践呢，就要去实践天道啊。就那么这样子啊，像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层次呢，在我们的十二一到十二的框架里头啊，那它说明了。但是一到十二的这个框架里头呢，啊，它事实上有十二还有十二个。那么啊 ，Maslow 的理论呢，如果我们要来啊，跟我们哲学思想上古的哲学思想相比呢，那么还差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是这一部分上面的这一部分。这上面这一部分呢，总共有七个部分。七个部分是上中下后前左右，哎，听起来很抽象，但是都曾经解释过这几件事情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全部都有意思，主要的呢，它就是通通要做到。那么人的需求事实上不止马斯洛所说的那个五件事，事实上还缺了这个，那是十二件事。那我们说到服务学习呢，就是说人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所以呢，啊，我们如果要了解自己，要充实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要朝着这十二个目标去做它。那么因为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提供，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率性之为道啊，这几个性，我们呢啊都把它实践了，那么就是遵守这个天道啊。好，那么遵守天道以后，我们啊要有一种叫做自利，自利完了以后，我们要利他，利他呢？利他怎么利他？那么他人需要也是这十二件事，于是我们就朝这十二件事情提供服务。那么所以呢，啊，我们是这么说啊，这里面我刚刚说的那十二件事，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啊，经过说啊《说文解字》啊的啊，中国造字的原则，再把它回溯这个地支，就可以知道那个一到十二啊，个别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好，那么是这样啊，十二的规则则例呢，人有十二种追求啊，刚刚那个十二，等一下再做一个解释。那么人有这十二种需求，以致我们来服务别人的时候，就是提供这十二种服务。那么提供这十二种服务，你看哦，权威的服务，满足人家的智慧，培养人家的才能啊，促进他的思想，让他了解规矩，让他知道有方法，然后发挥他的创意，使他自己装饰的最好，另外他运转的最自由，然后他啊，关系非常的好啊，亲友什么之类，那么有人呢啊，受了这个保护，交流受到保护，然后食衣住行受到填塞啊，这样啊，就比较具体一点，它呢啊，不是在几个名词在上面的啊。那我们要去服务别人，要这个样子，那么自己呢，自己也要有。己利而达人，利己而达啊利人。那么自己呢，就需要啊了解啊，叫做权威啊，自我尊重，然后到自己要智慧，自己要才能，自己要思想，自己要规矩，自己要懂方法，自己要创意，自己要会装饰，自己要会运转，自己还会连接。啊，建立各种关系，然后这跟别人交流很顺畅，最后呢是啊，食衣住精神感情满足，物质都非常的满足，
那么自己要先学习这几样东西，那才能够叫做自立而立人，自立而达人啊。达人呢、啊、现在有一种名词叫做很棒的，那叫做什么达人啊？达人事实上是让别人发达啊，让啊把自己推己及人，服务别人，那么自立而立人啊，那么自己能够这个样子，同时别人也能够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学校呢啊是有名的倡导服务学习概念的一个学校啊。那么服务学习的四个步骤啊，它是叫做先要准备，再到服务，然后再反思，然后大家分享分享共享这个成果。那么准备的时候是要课程设计的啊，服务前的准备啦，如服务教案的设计啦，资源的结合，服务前的培训。好，那么再过来进到服务，进行回复呢，依据准备的内容执行服务，达成服务的目标。服务的目标是什么？那十二种啊。那么课程是什么？那十二种啊，做这个设计，然后回过头来服务完了来反省，有没有达到那十二种的目标？大家来看看，然后再整合起来啊。整合起来以后，我们啊有一个啊人以服务为本，然后打造到服务，自己就有一个啊己立而达人，然后啊心中就产生喜悦，是不是？对方也喜悦，自己也喜悦，那么大家呢啊来分享活动服务的感受跟成果，肯定参与服务的价值啊，跟学习哦，这个是价值的一个分享，价值的再确定，这个动作跟在这个地方还是回到这张图来一样的，我们呢要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是朝这个事情啊，他对方人类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呢就朝这种需求这种目标去做准备，然后呢当我们来做服务的时候呢，也就是把这几样预备好的东西呢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我们来反省这十二件事情有做没做到完成，那么最后呢啊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成果，肯定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肯定这个总体的事，肯定这样的总体呢，那么这就叫率性，率性之为道哦。然后呢这个修道之为教，那我们呢所有的事情呢都做得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教养啊，那我们的教养就由天而来了啊。好，那好，说了这么多哦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这上面这里十二样的字啊，究竟为什么它是那个样子？这个样子有啊，这样子我们呢 啊曾经分享它一个图是这样，这图的形状啊。这是一二三角形、四角形、五角形、六呢东东四方形各凸一个，七呢箭头，八呢两个正方形放在一起，九一个圆的在运转，十一就十在中央，十是一个十字的形状，那么啊十一呢是一个上下左右的交流，那么十二呢是把它四处通通填满了。好，这个外形呢显示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决定它的外形。可是这个内容怎么样子来呢？啊，我们从11到12要跳到这个形状，跳到这个文字啊，那它是
感谢我们中华文化的祖先呢、啊，给我们啊有一种这样的线索。这个线索呢是十二地支，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是在官方 official 的数目的代号，数目的代号啊。那可是它不止数目的代号而已啊，它事实上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存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造字啊，啊，古时候造字的原则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形状的变化，这是从象形而来啊。那么啊，十二地支有了一个诀窍，是那个叫做变形。它不只是从这个原有的字来做说明，它来做表现呢、啊，还做形状的变化。但另外一个，它最有意思的是啊，当它在学术机构、在官方做这种学问、做这样的啊分类，或者是做这样的阐述之后呢？他呢啊还在民俗的啊行为里头用动物来表现，这是生肖啊，十二地支跟十二支生肖是同样一件事情。但他的动物呢是老鼠、牛、老虎、兔子、龙、蛇啊，马，七是马，八是羊，哎啊，九是猴子，十是鸡，十一是狗，十二是猪，它是我们的家禽跟家畜，它们都生活在我们的当中。那么也就是说，十二地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生活里头。那么啊，这样的十二地支啊，它事实上啊有它的意义。那么要经过《说文解字》的这个啊，他做了这些字，然后我们要回溯回去，去找到他真正的那个字是什么。好，那么啊，这个是从第七啊第八到啊第七到第十二了哈。那么这个是第一到第六，那么这样说拖一下子要跳到这个呢啊。它里面有一个变形，它本来这个五字呢，它是这些意思，等一下回来啊、哦。好，那么要跳过来这几个字的时候，还要参考十二生肖，老鼠什么样子，老虎什么个性啊，牛什么个性，老虎什么个性啊，这个兔子一样的，龙代表什么，蛇代表什么。老鼠啊，马它的特性是什么？那么羊它有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啊？猴子有什么样的特质？鸡有什么样的特质？狗呢是什么样的特质啊？猪是什么样的特质啊？说怎么样哈、啊？猪呢吃的肥肥的，把、啊、满足就好。狗呢根据啊人的吩咐呢跑来跑去传递信息。鸡呢？是一种啊，鸡是一种很营养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哦啊，什么吃的东西放了鸡汤啊，营养鸡汤啊就很好吃。猴子呢是很喜欢动的啊，动个不停的。羊呢、啊，羊毛啊啊，取卵呐、啊，羊的造型呢、啊、非常的啊宝贵。那么马呢？马儿跑得好，马的跑得好，马的正，马在中午的时候呢，啊，精神最旺盛，马的生殖器官呢吓死人。蛇呢？蛇是在行走的时候像这个形状，它就是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它就按照那个轨迹一直走。那么龙呢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啊，是中国人啊的最受尊崇的。那龙呢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啊是传统啊，它代表一个啊规矩。兔子呢，兔子啊这个
啊，动静起来像厨子，动起来像什么啊？一动一静呢、啊？那是一种啊，用来形容思想。哦，老虎呢？老虎、啊，老虎、啊，老虎很威猛啊，很有能力啊。老虎呢是一只猫啊，猫是一个老虎啊，所以呢，老虎有虚张声势的这样的特质。牛呢是忍怒负重啊啊，忍怒负重啊。那老鼠呢是基因呐、啊，跟人是完全一样。我们在做那个药物的实验的时候呢，都拿老鼠来做实验。老鼠呢就是人的代表啊。那么要把这几个特性再融进来，那我们就啊。从这里我们来说，主子呢，只是有主人的主，是会议的，是主人。行身呢是鼠，那么啊，假借是人职，能变形呢，变形，它的变形是祖先的祖啊，祖先的祖原来是一个生殖器官，是且还是一个东西。一根东西啊、哦，好枝，那么枝呢啊，象征的父，父啊象征的天，那么这个枝是一个简略的名词。那么愁呢，愁呢这个字啊是从哪里而来啊、哦？愁，哎，不要动，它呢是忍耐的忍，把下面变形，把那个气质。把那个心字去掉，心字变成一横、啊、我们写书法的时候这个人啊哒哒哒哒哒然后都一横啊，是这样子说啊，嗯啊，那所以呢这个丑字是人，那么眼呢，眼字是眼，我们刚刚说是老虎，老虎是虎人，老虎是在表演，老虎是一只猫，那么啊，怎么样？是演，那么或者是演化的演，它呢把那个水去掉了，所以它变成演。那么啊，毛毛是什么？毛是兔子，愈动愈静。那么在植物里面有一种会随风而飘的，它是柳树，但是毛呢，有在它是动词。它是一个把东西啊插进去固定的意思，所以呢它又会动，它又固定，那么这个啊有这样的动物呢，动愈动愈静啊，静如处子啊啊静，那么动如狡兔，你看啊、哦、好，那么所以这个柳字呢是柳是最好的农业时代的对代表这种特质的一种植物，但是呢它把木头给去掉了。这个后面那个形变很重要啊。那么辰呢，第五我们动物是龙，龙是我们的祖先，龙是我们的传统，龙是一种规矩。那么在啊农业时代里头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同时呢它有一种早晨的这早晨的一个意识在里面，怎么办呢？把上面那个曲字去掉啊，曲字简化叫做辰啊，辰呢就是龙，辰呢就是农夫的农，那么农夫的农啊，又行身啊，假行身啊，这个龙啊就变成龙啊，这个啊祀呢，祀是祭祀的祀，蛇呢啊，它跟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啊，有一件事啊跟这个是很有关联的，祭祀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在做好啊，这事他又来了，把旁边的那个神的那一件事情呢把它拿走，变成一个这个符号变成事，所以这几个字呢都已经经过变形了，省略了，那么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不知道，要经过这样的还原。那么五呢，五是楚，楚字啊把它的木头拿掉，那么
为什么是楚？楚是一根呢？那个啊，它的会意是楚是孽的意思，是孽。那么它在啊，它是中午的时候精神最好，精神最好的时候呢，会创作啊。它但是在做人的时候啊，它会叛逆。那么啊，这件事情呢啊，用一根楚来做代表，天干啊来代表，但是这样子说啊，太具体。你看这个还是太具体，所以他把它变成五啊。那么正好他也是在时间上啊，他是在第七，在下面中午的地方。那么接过来位啊，位一样的，他这个字呢是一个本来要做装修的事。哎啊，我没有把那几个字列出来。这个未代表装饰，因为最后就是要找到那个结果嘛，就是找到的结果就是它原来的那个原因。那它是果子啊，果子是啊外表最漂亮的那个叫做果啊。那啊，它呢，它其实是虚位的，那它的形身是保卫的卫哦。那啊，在动物里面呢，啊，长得最好看的，软绵绵的哦，那个是羊。那羊啊，那啊，从要啊要表现这件事，在植物里面它是果呢，说的果它太柔弱了，所以经过一个学者的发明啊，把上面那个田字啊，把田字变成一画，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变成一画。少数啊，那就是胃。那么身呢啊，什么东西啊最活跃？动物是猴子。猴子啊，在西游记里头，那个猴子是把自己说成是神。那猴子最会动，所以呢它是代表神。它是神，神呢是一种诸侯。那么名字啊又给一个引啊，这个变成猴。那么啊，用它是代表什么？代表神。那神呢？说出来宗教意味太强，他又不是在传教，他在做一个符号的改变。那么所以他又做同样一件事，他把那个神字去掉，就变成身啊，变成身。那么啊，鸡呢？鸡是在食品里头呢，它呢，它啊。它最富营养，它什么东西它都可以，什么味道放鸡汤都 OK 啊，这是什么营养鸡汤啊，生活鸡汤啊，这边。那么鸡这个声音呢，鸡的声音是这样，鸡是这个鸡。那么鸡呢啊，用鸡用酒常用的食品来表示。那么酒呢啊，去掉它的水，便是这个油。那事实上呢，它也是酋长的酋，这个能把东西结合在一起，在人的社会里头，能够把人结合起来，那个领导，那个头叫做酋长。那如果他写酋，那又太逊了，所以啊，它变成油。那好，这个到第十一很妙，十一呢啊可以。十一啊，是用一种动物来表示。那么这个动物呢，它是狗啊，它是狗。狗呢，那一边狗的字的一边是犬，另外一边是歌，合起来就像这个字。这个一边是犬，一边是歌啊，但是这个还。啊，成功的成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转来转去。但是最特别的是它从声音过来，它是续，它是细啊，它这个连鱼啊，这个是一啊。那可是这个声音很接近，因此它是形声。它这个呢啊，形声是这个狗啊，狗会叫。那么也是续啊，这个头绪的绪，那根本呢
头绪是里头的啊肢体哦，那戏呢重在表演，表演呢比手画脚，比手画脚在做交流哦，那么这个很复杂的转换了哦啊，所以呢那个好复杂的字啊，那个好复杂的字啊，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哦，变成序哇好大，那还啊还比较自然一点，还呢还是动物的话是猪，猪啊，那么还是小孩的声音，小孩的声音，那么本来啊，但是最后但是猪啊吃吃喝喝，小孩也是吃吃喝喝睡觉啊，吃喝睡觉，那么它呢是一个家庭的象征，那这个呢在里面充满着生活的意味，是结了果，结了实，结了合，那么把又做了一件事，把那个不是弃子，还是弃子合呢，合呢，如果是合呢它有弃木，总而言之它用害来表示。好，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啊，这个我们啊做文创的人，做文创的人读中国古书看中国古字，要有这一番的转折水平思考，那么才会把那个啊这十二个字推成这十二个字，那么这十二个字啊要跑到变成意识就变得比较快一点，这十二个字变成这十二个事，那经过这样剖析啊，希望我们可以不要觉得太突兀。那么这十二件事情呢，这样上面七件八呢，九啊十啊十一十二，在十二月十二号的在优点爆炸轰炸的时候，曾经呢跟用电影啊跟各位分享过。啊，它的图像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呢？啊，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各位讲服务与学习。那么啊，刚刚的那个啊肤浅的道理，还有民俗的想法，还有学术的演变，那让我们啊对古来的人啊所做的事情表示至高的敬意啊。那些古来的人，他不是那样子在谈谈这几个原则而已，它里面这几个原则呢、啊、统合起来啊，它就是一个道。那么啊，修道之为教，那我们来把这个啊知道的这些东西啊帮助别人啊建立自己，那么我们就是在做一种教化的工作，教化自己，教化别人，不是教化别人，是在为别人而服务，这样就是在行道啊。那么行道是这个符号，道是这个符号，那么啊道呢，人做这件事情，法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我们事实上要去认识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自然啊、哦，自然很难描述，那么叫做以息为，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摸也摸不到。今天是为了方便起见呢、啊，用了一个符号啊，来跟各大家交换意见呢、啊。那么这个呢，如果是米开朗基罗，他就会把它画成一个老老的人，长了胡子，全身都是白的，伸出一只手，然后照了一个人，人按照天主的形象啊造成啊，且你看看啊，天主的形象在这里面，那这些都只是轮廓哦，那重点在这个符号，那好啦。说说这个，这是我们呢、啊、要服务学习。服务学习呢，啊，就是要秉着那十二件事情去养成自己的
然后人有这样的需求，养成自己，用这个来养成自己。那么人的需求一样，他同样都是人，他需要跟我们每个人相同的被服务的对象跟服务的对象需求是相同的，一个是施，一个是受。我们听到人家说施比受有福，为什么施比受有福？因为要受的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品德，具有这样的才能，具有这样的思想，具有这样的方法、创意、装饰、运转啊，这连建立关系会跟他交流，然后啊东西会充实得很饱足，所以当他来服务别人的时候啊，这个受的人呢、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一个这样的服务，那么这个自己呢施的人自己也养成自己这样的习惯，那么来做服务，那么服务的类别呢啊，有这十二项服务，你去服务于人家，建立他自己的信心，服务他，培养他自己的智慧，恢复他的本能，服务的啊，使他可以有独立的思想，使他知道一种规矩，使他啊知道凡事要做成一定有方法，然后了解啊，激发他的创意，他把自己装饰的最好，那么他呢运转自如，充满了活力，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然后他呢会跟人交流。哦，这个就是服务，就是朝交流的方面去训练啊，人服务啊啊，训练人呐、啊，哦，提供服务，所有的一切行为都叫做服务。那人类的行为无他也，服务。你只要一个对象，你啊跟他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愿意给就是服务，填塞。那么有一种是专门填塞，哎，你提供东西给人家吃啊，啊，提供知识把人家喂满了、啊，提供友情啊，让人觉得充实啊，啊，都是服务啊。那于是呢，我们为了要让人家做这十二类的服务，要让人有这样的感受来，必须要自己呢，也要这十二方面的修为啊啊，修道之为教，率性之为道，这是率性啊。那么天地间有这样的十二种特性，那么我们啊去实践那个，去根据那个来走呢，这个性啊啊，我们只要 follow 这样的性，那么那个就是。圣诞节快到了，我们下个16号16号我们有我们的单元，那么16号呢啊可能来不及，不，所以今天呢啊跟同学先来做一下道贺哦，这个我们现在叫江陵期啊，江陵期就是预备检讨自己，反省以前所做的事情，把自己清空，变成圣洁来迎接什么？迎接婴孩的来临啊！这个超自然的存在变成道，不叫做变成道，它含有道。那么这个道呢，变成来到了人间，变成了一个人，他在人间是显现这十二个原则，然后他活生生的用一个人来表演这十二件事，啊，这叫做道成肉身呐、啊。那个肉身呢，是由这个圣神呐、啊，那么借由童贞玛利亚的肉身受孕而成为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耶稣。他诞生以后，
对人类文明的在它之前的文明有很大的影响，在它之后的文明也一样的一直持续的影响，当然对人类非常意义非常的重大。所以有很多人啊知道这件事，很多人承认他的贡献，于是大家来这个纪念他。另外我们刚刚说率性之为道，那么人呢也，那么他就像来的时候就像小孩，诞生的时候就像小孩一样，诞生就是小孩嘛啊，那我们也要学习那个十二个那变成同样是这样的小孩。那于是呢啊，四十天过后呢啊，我们大家都具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心理状态、身体状态，来共同欢度这样一个好的节日。那么一般这就叫做称为圣诞节哦。那啊，圣诞节是这个超然的存在，超然的存在呢啊，凸显了一种道。那么这个道呢啊，来到了人间，变成一个人啊。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每个人如果实践它，我们也都是一种道的表现。这古人称为那叫做德啦。道呢，在天谓之道，在人谓之德啊，谓之德。那么所以道德，道德了啊。那地也有道在里面了啊。那么人也有人道，人道也德啊。那么物之道啊，物之道是物性啊。好，那新年也快到了，也祝贺大家新年快乐。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个地方为止，那祝大家圣诞快乐啊，恭贺新喜啊！好，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那么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啊，服务学习是一件很具体明了要做的事情啊，它不是一种口号，也不只是我们啊，按照学校的规定一定要做修那个学分，不是。这件事是啊，在美国立法的，根据他们杜威的这个理论做中学而研发出来的，后来经过克林顿签署成为一个服务社区的一个法案啊。那好，我们啊知道这些的由来，然后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做。好，再回到一点，为什么他啊对人类以前的文明，人类以前的文明呢，都受了那个史前文明的辖制，解脱不出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早期基督教呢啊，耶稣所推介的这样的理论跟做法呢啊，让人得到个自由。然后后来呢？后来一样的陆陆续续啊，再把人类的文明提升，就是不要受辖制，得到自由民主啊。那么这些都啊，这些名词，这些人性的要求呢，都是由那个哲理而推演出来哦。好，本来要结束，后来又多了几句话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拜拜。